原标题，他是杨成武的二把手，曾任国民抗日军总司令，最终只得大校军衔。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一共有四个分区，如果比较战斗力的话，杨成武的一分区无疑是最强的，其中也涌现出了邓华、陈正湘这样流芳百世的名将。但奇怪的是，有一人曾担任一分区副司令，却渐渐归于无闻，最终连将衔都没有，只被授予大校军衔。这个人名叫高鹏。高鹏的人生可以说是高开低走，早在1936年就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爱国学生中声望很高，抗战爆发后更是担任了主要由东北爱国学生组成的国民抗日军的领袖。与此同时，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高鹏的入党时间晚，但由于他成名已久，又是共产党军队中比较少见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空降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担任副司令一职。